不幸而在社交平台上卡点给老公李承德庆祝46岁生日，她晒出他们一家人7年前后的对比图，并配文道：“生日快乐，老公！7年了，但你一点都没有变，希望你心想事成，祝你身体健康，开心快乐，一直帅帅的，我们爱你。”7年前，胡杏儿在饭桌上向李承德甜蜜献吻，7年后他们俩已经生下了3个孩子，胡杏儿带着3个孩子一起给李承德亲亲，堪称甜蜜的负担。他们夫妻俩的状态则一直保养得很好，胡杏儿皮肤白嫩紧致，气色佳，李承德也是依旧帅气英俊，和7年前几乎毫无变化。胡杏儿的3个孩子则都长大了很多，他们兄弟3人都继承了父母的好基因，五官清秀立体，小小年纪鼻梁就已经非常挺翘，相信长大后一定颜值都不低。他们还给爸爸画了全家福当礼物，笑容满面，十分可爱。网友们纷纷在评论区里留言感慨，能感觉到胡杏儿是真的很幸福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幸福感溢出来了，不愧是嫁给了爱情的女人。